妈，你看到我的充电线没有？哎，二叔，你来了。你妈刚刚出去买菜了。这个充电线。哦。二叔，你好久来的？我刚过来。你要就乖的，这是我家，我从出生就在。哦，我生下就。对。你要多少岁？我今年21岁。啊。二叔，你要多少岁啊？43。你喝水不，二叔？我去给你倒。我不渴。你要喝吗？我也不渴。那你吃不啥子东西？我不吃。你要吃吗？我也不吃。那你想要啥子东西吗？不需要，好吧。你最近成绩怎么样？我今年刚毕业。哦，毕业后在干啥子？还没开始上班。那你打算干啥子？不晓得。那哎，二叔，二嫂咋没来了？上个月离婚了。